特多你好 ，Hello， 梁小姐你好，你好，你知唔知我一路都以為特多是你的英文名嚟嘅？我以為是 DADO 啦，咁原來 DATO 特多咧係拿督咁解，係啊，咁啊拿督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梁小姐，咁我其實我生平裏邊咧都認識過一啲拿督嘅，咁就你啊最幽默嗰、那個，但我驚你喺，我驚你喺鏡頭面前有啲怕醜啊，少少唔慣咯。是不是的是啊，我本來呢就跟特多做過 live 嘅，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啦，咁我哋就喺呢個情人節晚上咧，就大家見到我哋而家好似好浪漫咁啦，但係其實咧我哋成台都係女仔嘅，成台都係特多啲同事，係啊，咁啊好多謝大家，因為我嚟咗吉隆坡，咁啊大家拉大隊出嚟同我食飯，放啲靚女放棄曬同男朋友食飯，係咪約咗夜啲啊？全部係楊小姐你啊，唔係因為我啊。多謝多謝多謝。咁你都近來都聽講過香港嘅情況啊，嗬？係疫情嘅情況，咁香港都幾。幾嚴峻啊！個情況咧就係、是我哋由新年開始咧、就鼓勵我哋唔好咁多人同人緊密嘅接觸，咁、所以咧就好多人翻工咧，即係都係work from home 啊！而家緊張，香港緊張，好緊張。咁但係你覺得馬來西亞咧？你我哋呢邊就冇香港咁緊張，亦都冇香港咁嚴重，基本上因為馬來西亞離開中國。大陸會遠少少，第二嚟講，我而家睇到嘅咧就係新加坡、香港同日本係好嚴重，比較嚴重性，比較嚴重。基本上我睇到係因為佢哋人口嘅密度好密啦。係啊，我哋即係喺街。係啊，街邊人撞人啊，幾乎周不時啊。第二就係大家都坐公共交通。工具啊，係呢三個地方都係好多，所以容易傳染係個巴線率比較高啊。我呢邊就人嘅密度就冇咁密嘅，比較闊嘅。係第二好多人都係用私家車，咁啊機會性係少好多。好啊，咁啊希望即係馬來西亞都即係大家都。安全啦、健康啦咁，咁不過我呢幾日咧嚟到馬來西亞咧都有啲觀察嘅，講個今日嘅少少嘅笑話俾你聽。咁我哋就叫咗個 Grab， 咁喺馬來西亞就我哋香港就會係的士或者 Uber 啦。咁喺馬來西亞東南亞好多地方咧就用 Grab 嘅，咁係一個好好嘅 App， 又係叫車啊，又係有嘢食啊，幫你去買餸都得嘅。因為馬來西亞嘅 Grab take over 啊，馬來西亞嘅 Uber 啊。是啊，所以即係啦，而家就好方便啦。咁我哋今日就上咗架 Grab， 咁咧個司機咧遠遠見到我哋，可能認得我哋係香港人啦。我哋上車咧，佢自己已經落咗車啦喎。跟住佢就話：我要去買啲嘢先。咁佢就走去我哋唔知啦，唔見咗個司機，咁我哋咪上車戴曬口罩啦，全部戴曬口罩上車。咁跟住個司機咧就原來佢就跑咗去隔離嗰間71。咁跟住佢就上車，佢就好 worry 喎，佢個樣上車之後，佢就話：我買唔到啊咁樣。跟住我哋話：你買咩啊？佢話：我想買個口罩啊。咁即係而家咧係可能即係揸車嘅司機哥哥咧，佢哋見到我哋香港人或者內地人，佢都會擔心，因為尤其是見到我哋咁高度戒備。你戴曬口罩，跟住我就好唔捨得咁喺我個袋嗰度攞咗個口罩俾咗哥哥，跟住咧我俾佢嗰陣時咧，我揸住諗下，又唔係好想俾佢喎，跟住佢喺度掹喎，跟住我就諗，我就揾咗個藉口，我希望最後一個機會說服佢唔好攞咗我口罩，我就話其實咧我個口罩係女裝嘅，你戴會太細嘅，佢話唔緊要，攞住，跟住我就戴咗全程咁樣，咁啊都會有啲咁嘅情況，咁我自己見到嗱，因為吉隆坡咧呢一個。好旺的地區呢其實就相信已經是即係叫做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啦。我哋而家喺香港咧就話保持兩米的距離啊，即係話你起碼要有六尺英尺，係啦。咁即係如果你喺個街磚就六個街磚咁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喺吉隆坡有啲好多人的地方，譬如最多人的超級市場啊，或者係百貨公司啊、街啊咁樣，咁或者係車都是近的，咁所以咧就我自己。觀察就三成到咯，三成人係會戴住口罩咯。係啊，咁但係即係一切小心啦。我哋而家話最緊要就係多啲洗手啦。
好啦，咁我其實今次嚟咧，你又問我係咪過嚟度假或者係避難咁樣係咪啊？我咧就其實輕鬆，唔係避難。係啊，都一早 plan 咗嘅。咁我本身就係諗住新年嘅時候就嚟喺香港，咁但係就大留喺香港咧，其實都出唔到街。咁就咁啊 plan 咗嚟呢度咧，我就想嚟睇一睇啲 office 啊。因為你知道我很喜歡創業的，很喜歡自己想些計仔，想些生意仔做一下樣，我也很鼓勵別人創業的。我今次來到呢，我其實就去周圍看了一些 office， 即是計劃定而已，就雖然未說決定了會做些什麼了。你意見呢，你覺得如果我們有香港的人移居來這裡，又想做一些小生意，你覺得有沒有商機在這裡 或者做什麼好呢？我自己本身都有辦公室和公司在香港，在這幾年裡面，我的觀察，香港人和馬來西亞人的分別，我看到如果香港人來到馬來西亞，根本都要做生意，根本都不是一個很艱難的挑戰，是不是一個大挑戰的，因為我看到香港人呢是很勤力的，亦都好博取啦，嗰種香港精神喺嗰邊啦。如果單單淨係走嚟馬來西亞，係淨係退休嚟講咧，當然係好啦。但係亦都唔需要淨係退休啊，可以做啲嘢，可以。即係你意思係，譬如 MM2H 個計劃，其實都係可以嚟到就再投資做生意。你唔可以打工啫，但係你可以做生意啦。但係好有啲生意係根本對你嚟講係意義反轉嘅。例如咧？譬如。去餐廳啦、酒樓啦、貿易啦，同埋呢個啲專業顧問啦，顧問公司，你哋可以喺馬來西亞開嘅，馬來西亞係好歡迎嘅。頭先咧，你話咧，我哋香港人好有博取精神，係咪？即係好。其實我們很有博取精神，和都很有博彩的精神。哦，博彩，我們馬來西亞也有雲頂。是嗎？哦，是喎，是喎，是喎。是雲頂現在發展整得很漂亮啊，我其實都上過去看過，我沒有入到賭場，因為我聽說有些呼籲就說怕很多中國人聚集，那就說不如這陣子就不要上去賭場了，不理是不是少了很多了，呼籲啦。Anyway， 我都想去看了，去吃東西啊，這樣啦。咁咯，咁就係啦，咁啊頭先博取精神，我哋香港唔講博取精神嘅，拼搏精神。拼搏精神係啦，但係都好得意嘅。有時我哋聽馬來西亞朋友講廣東話。嗱，頭先你就提過幾種生意啦。你話餐廳咁啊，我諗香港人都好多人都好有興趣。尤其是我相信去嚟馬來西亞開餐廳嘅話咧，其實會唔會嗰個成本？是比我哋香港肯定會低很多好多。第一租金已經低很多啦。其實開餐館以我的分析，租金已經攞你大部分噶啦。你講香港嘛，梗係啦，咪攞曬，咪攞你交到租好叻噶啦，每個月。第二就是你啲食材啦，食材呢度嘅食材肯定平過香港。譬如很多。老鼠斑、七星斑龍燉、魚蘇眉，乜嘢都係呢度交上去嘅，呢度成本又低，呢度啲海鮮又平，所以你嘅食材都平咗啦，同埋雞呢度有好多新鮮雞啦、走地雞啦，所以種種係呢啲烹調嘅嗰種技巧我睇唔到有咩問題。看不到有什麼難度，是不是？沒什麼難度。我想其實還有人工，人工即是香港的，如果你經營一個生意，人工租金會是最大的挑戰。食材那些就反而我又覺得看看你做什麼，就是厲害的，或者是你計掂條數，反而食材就是必須要給的，看看你要什麼。但是如果譬如我們香港人來開餐廳，假如我也有做飲食的，所以我也有想這件事的，開餐廳或者開一個專業的廚房，有沒有說一定要香港人，首先我可不可以自己擁有那個公司，可以有沒有規定我要請多少本地人，或者我用不用意請回香港人來做事的呢？
冇一個好嚴厲嘅一個條例，以我所知暫時，但係以我暫時所知嘅，只係需要註冊一間公司，係私人有限公司，係私人有限公司，同埋 pay up capital 咧係馬指50万以上。paid up 嘅，即係一早攞出嚟嘅，50万馬指，即係100万港紙度。對香港人嚟講都唔係講一個難度。咁跟住就有冇話一定要請幾多本地人啊咁樣㗎？請曬自己啲朋友啊，香港人嚟做得唔得？你攞到去 work permit 咧？你攞到去 work permit 咪得咯？容唔容易咧？會唔會有個保護制度，即係有好一定要請翻本地人咁樣？你一定會講點解我容許啊？例如譬如廚師。是有一個 skill， 是一個技能。如果那個技能是這裡人取代不到的，他就可以批給你。這個都跟香港的情況差不多，其實就沒有明文規定哪裡准請或者不准請。即譬如我又有搞體育啦，譬如我們球隊你要請一個外援，因為香港沒有這一種的人去踢呢個位，冇呢個 skill 咁樣，其實都係睇佢當時會唔會批准咁樣啦。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而家我哋講嘅流行嘅創業啦，即係年青人啊，都未必年青嘅，即係可能好多人有一份工或者有啲積蓄咁開始諗住創業。其實我相信都會係最初都會係搞一啲小生意。咁你頭先講 trading 就好啱啦。trading 嘅意思即係話你買啲嘢入嚟就買翻啲嘢出去。貿易啦。係啊，貿易啦，係啊。咁譬如呢度流行有啲，譬如咩類型嘅貿易會喺呢度發達啲，或者係多啲機會嘅？乜都得㗎，乜都得。總之人口年輕化，跟住個 consumer power strong， 即係消費力強，乜嘢 trading 都可以玩啦。我嚟到呢度嗰陣時咧，當然犯法嘅 trading 唔得啦。OK， 咁我嚟到呢度嗰陣時咧，就聽到個消息喎。我嚟到嗰日星期一，咁我聽到有啲商界嘅朋友講話，哇！今日股票升咗好多啊！你即係啱啱過去嗰星期一。咁原來咧，因為馬來西亞咧就好多製造啲塑膠原料嘅嘢，咁而家就話好多醫護嘅物資啦嚇，咁可能都要用到塑膠，咁所以咧其實就高咗好多。尤其是咧，原來馬來西亞係申請好多膠手套嘅喎，係啊，即係嗰啲醫學用嘅膠手套嘅嘛。我都做啲 trading 咁樣攞啲翻香港買下先。可以啊。係啊，係啊。咁我見到好多朋友嚟到呢度，亦都係周圍去搜刮下一啲而家香港好缺乏嘅物資。係咁樣 trading 啦，食物啦，嗱，即係食物嘅 trading， 我相信都會有啲市場。係啊，即係香港人都會好中意唔同嘅東南亞嘅食品咯。因為馬來西亞有很多不同的餐廳，有本地的馬來餐，有西餐，日本餐，中餐，中餐都有分很多，有客家菜，是有很多客家菜，廣東菜，或者是潮州菜，或者是湖南，中國哪裡的都有，開始很多中國人開始來這裡開餐館。咁你頭先又另外講啦 ，trading 之外咧，另外一樣就係 consultancy 啦， yes， 就係話如果你譬如係專業人士，你去譬如你律師咁樣，你開間律師樓或者係法律顧問嘅 consultancy， 咁得唔得㗎？律師你就愛一定愛攞呢邊嘅專業文憑，執業嘅牌照啦，係啦。譬如你有啲咁呢度嘅 law 咧，呢度嘅 law 係全世界一樣嘅，都係 common law， common law 嚟嘅。馬來西亞嘅法律咧係跟英制法律Commonwealth Country 英聯邦的法制，因為其實馬來西亞都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，是跟香港的法律是相差無比的，相差無比無幾啊，相差無幾，相差無幾，係比即係如果專業人士就可以考慮一下，即係有啲consultancy嘅工作啦，係嘛？係有啲乜嘢行業係馬來西亞係特別想發展，或者係我哋可以研究一下投身落去嘅咧？投資落去咧？我認為乜都得啊！你認為乜都得？生意冇分邊一類型嘅，最緊要你專，你放心機。係。我睇唔到咩問題。呢啲就係生意人講嘅嘢。係啊，其實都係㗎，係真事嚟嘅。因為其實如果你話做生意或者
marketing， 其實你乜嘢 product 去到你嘅手，都係嗰一種嘅生意嘅概念啫嘛。係啊，攞個心去做就得㗎啦。攞個心去做就得㗎啦。因為心係三個點勾上嚟㗎嘛，易經嗰度都離唔開三個字，就天人地啦。天人地，天人地，天人地連上嚟，勾上嚟，呢個世界係你㗎啦，你嘅心就係全世界啦。啊，你攞個心去做。好犀利喎！翻佢平時嗰啲鬼馬出咗嚟啊！佢猛咁投訴我，盞燈係咁照住佢，睇下擺俾人照。啊！我哋今日咧情人節咧，香港有個笑話，希望大家都收唔到，成日收唔到花，因為而家香港咧就最驚咧就係個肺花咗，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個肺都冇花，同埋咧希望大家都收唔到花咁。咁呢個就係香港人都好有幽默感，好中意苦中作樂。咁啊，我哋希望即係香港人就加油啦。咁啊，我諗大家而家都聽緊好多嘢。香港人同馬來西亞人都係被英國統治過啦嘛。響西方呢個歐洲嚟講，英國人係比較幽默嘅，可能有呢啲咁樣樣嘅有啲咁嘅血統，有啲咁嘅genes 擺咗落去我哋嘅教育裏面啊，令到我哋好中意自嘲或者係嘲人哋咁樣。其實特多咧好中意講笑噶。咁啊，好啦，我有機會再同你傾下偈，因為我都會好多關於馬來西亞嘅嘢請教你嘅。好，多謝曬 ，thank you， 多謝你今日請我食飯。